也是奇了怪了，兄弟们，你们发现没有？我们贴到的全是点杀流。除了那支三公队伍以外，切的全是点杀流。因为大唐官府第一个回合秀一下数据，我来切关联方女儿村，切完之后女儿村还有3/4以上的血条。如果我是对面的指挥，兄弟们，就着这发横扫千军，我下一个回合的指令就是逃跑。真的不开玩笑，这把横扫扫完绝对逃跑，还谁还跟你讨？好吧，对面能点死，配合宝宝来点。大唐官府因为被大克，而且没有踩到伤害位，他的伤害不够。因为有宝宝的配合，女儿村还是死了。不跑的话，对面想办法让大唐官府写下野兽，叠下漫天，踩一下干将，增加一下伤害力。至少刚刚那个伤害打出来是没有效果的。你这种伤害切女儿村切这么一点点，你这排宝宝死了之后，观战方女儿村根本就死不掉了。我就说为什么后面的比赛能打这么多，原来每一场都他妈这么短。抗性物抗还行，法防可能不太行。主战方大唐扫对面大唐的时候扫的并不是特别疼，但是神木林这个门派的荆棘舞打出来的效果好。这个其实兄弟们都知道，荆棘舞的效果就是好。第三个回合，欢迎7485来到直播间，欢迎兄弟们来到直播间。进来直播间的兄弟们，弹幕红包也参与一下，不要忘记了。王良追魂是增加6%的误伤结果跟法伤结果的，它好像是根据单位来算的还是什么的。上次就有一个这样的情况，给风脉女儿加王良追魂，然后有个兄弟给我解释了什么用。我隐隐约约记得好像说什么给别的单位加王良追魂算总体效果，然后什么总体输出也会增加什么的，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。但是我给你们的解释一般都是给尸体起增加6%和6%的误伤和法伤结果。至于给为什么给女儿村起，我想不起来了，肯定是有用的，对吧？你说关键方指挥是傻子吗？不可能，那肯定是有用的，只是我们不知道它是干嘛用的。有兄弟在解释了，他说如果两个位置有王良追魂的话，能够增加8%的伤害结果，防伤递增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可以解释了，他不是为了给女儿村起，而是为了给下一个倒地的输出位置起，让倒地的位置输出加的更多。这个解释是我觉得最合理的解释了，也通俗易懂，比上次那个兄弟跟我的解释要好多了。啊，女儿村喝酒，金星诀开起来，当前还防你的小死亡。我们刚刚前面有说，如果对面不把大唐官府的伤害提起来，那么关键方这个女儿村你就不要想了，你点不死了。就你刚刚那伤害，女儿村想要二次倒地，除非你三个宝宝继续摸过来，很高的伤害。即使脚踩干将三层漫天，野兽之力诸天看护，全部往上加，我估计他伤害也切不动。这手防点防的不错。比赛第六个回合，诸天好像没有固定的数值说加多少的，它没有像王良追魂一样有固定数值，我们只要记得它是加伤害的就行了。点杀流阵型用三个宝宝来开场打的话，
初始的时候的效果一般都会比较好一些，就初始效果就能够打出来。6%、8%、10%、12%，就如果有四个王狼追魂的话，那么最后一个的效果就是8%加12%了，或者说是递增的之后，第一个是6%，起第二个的时候就是2%8%，起第三个的时候就是3%10%。比赛回合还没到，10回合才能叫谛听。鸟村的血线还不是特别好看，化生寺的人心没上来吗？啊，人心还没上来，现在只有2层。如果他是5层人心的话，这个时候保鸟村是很快的。你想一下，王良追魂只能给尸体起，你真给4个尸体都起到王良追魂了，你这个队伍还能打下去吗？真的是轮流死，死一个起一个这样子吗？所以你很少看到有多个王良，3个王良都很难出现。不用去想，真出现了我们再说。第8个回合，张建芳玩了个套路，兄弟们，给宝宝加笛子。这是劈对面速度位的女儿村，应该是能劈死的。还用了一把小剑来配合，很稳。但这样打，关键方的灵元可能不够用啊。16回合之前的灵元不够用。他把地府的灵元用来延长，然后把那个化生寺还是女儿村的灵元用来加给力劈，啊，谛听就享受不到鼻子了。不知道这回合有没有点杀，省一个横扫千军。如果大唐正常横扫的话，那个应该是不需要力劈加敌来配合女儿村也能点死的。欢迎看直播睡觉觉。比赛第11个回合，今天兄弟们就先将就一下，声音的问题我自己都能知道，我会调整的。力劈，如果你一个力劈加2面笛子的话，确实是可以直接劈死。大爪子抓过去，夫子庙那边不行了。只是我们刚有讲，16个回合之前，主战方所能够调动的灵元是不够的，他能够去调动灵元相对较少。那灵元较少，谛听想打出来很高伤害的话是比较困难的，因为这个宝宝他是需要用战敌才能加出来伤害的。现在你不用战敌，想打出伤害会比较小啊。不过应该够了。我今天特别特别想要看到一场不是点杀流的队伍了。你们看到的一直都是点杀流啊，今天，因为我们看这边就已经是点杀流了，完事了看那边还是点杀流的话，那就会
比较尴尬吧，只能这么说。全是点杀流。鱼岛今天用的是狮驼岭是吧？我们今天就先看宝格了，明天我希望我声音能正常的跟兄弟们那个，明天我的声音希望能正常一点给你们播宝格，播鱼岛。如果不行的话，你们就慢慢适应吧，就这个声音好了。主要是我找不到问题在哪里，系统重装了以后，声卡又没换，重新调音调了一下，也都是正常的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声音小了这么多。这问题出在哪里？我找不到，背景音和我的声音都小了。我总不能因为这个再去重装一次吧？也说不过去。哎，是不是这里的原因啊？我看一下，这样调了能不能行？